带你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3到25度，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春日18到28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高温有26到27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只有10度，高温有22到25度。嘉义阿里山10到23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仁爱只有7度，高温有21到23度。台中和平13到22度也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南庄师潭泰安14到22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11到22度都是3成的降雨机会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复兴14到22度，3成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、南澳14到23度，也都是3成的降雨机会。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气温都落在21度以上，最高温来到24度。秀林、万荣14到24度，都是3成降雨机会。寿丰、丰滨19到25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19到24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在卓溪只有8度，高温有20到23度。台东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气温都落在21度以上，最高温来到25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15到23度，都是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18到25度，3成降雨机会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17到27度。兰屿22到27度是3成的降雨机会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14到24度。